来求生，这个子弹呢到了水里果然就伤不到主角了，这究竟是事实还是迷思呢？最近啊，在挪威就一位科学家，他干脆用自己来做实验，他在水里对自己开枪，结果这个子弹果然受到水的阻碍，半途就沉到水底，完全没有伤害到科学家。平日威力强大的枪支在水里的作用究竟如何？挪威科学家瓦尔拿自己当靶子，亲自上阵实验。子弹被射击了出来，先是形成漂亮水花，接着越飞越慢，然后沉入池底，还发出清脆的声音。听到这叮的一声，瓦尔松了一大口气，因为这代表他不会在水底中枪，血溅泳池了。原来水的密度是空气的800多倍，子弹在水底离开枪口之后受到巨大阻力，射程于是大幅缩短。目前虽然有专供水底射击的枪支，但是威力依旧无法和地面上的枪支相比。记者王毅。一向比较害羞、比较不好像太太。